那么呢，忙着来做咱中国调，咱这里在做咖喱，做完调，另外一个三鲜腐竹白条鸡脑，忙着中国调，咱白条，咱做一个富贵的，会当江西南北发达四方台，新秀齐就来，发达四方宝，出国赚着宝，发达四方面，出国拢有钱可以赚的啊吼。来，那么今日推荐歌曲是特别调调，当时调好这里。世界名医生，医疗界医生老师所领导，哪门孝路方便团？那是咱的个朋友对着出来要计较掏心腹，是不是？心急落成，大大细细看落这个，会当敲着咱这个插歌台，一控诉，一通哦，顺他顺。那么呢，咱拄则上届辛苦的工作，当然有分享着这个小龙啊，对着各位平安中。